黄将军。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不要烫到哦，可以吼，小心小心，你可以的，好，哦，哇，哇，好香哦，我现在就想吃这个，不行啊，我们要去露营啊，露完你再吃，对哦，给我，哦，那你呢？对，我录，可以吗？不要烫到哦，好，三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做饼干咯，我们要去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吃。对啊，这次不止小朋友可以吃，连老师都可以吃哦，因为老师都很辛苦的照顾那些小朋友，而且前阵子啊是教师节嘛，这是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。好啦，拜拜拜拜。好，这个是以后谁呀？这好吃。喂，猪，你在哪里？我跟秋瑾去公庙找你。哦，我跟沈万金在做饼干啦，我们想要拿去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。我也要吃。你又要吃？好啦，你晚一点去公庙啦，我会留一点给你啦。谢谢杜儿，你最好了。拜拜。真的很爱吃。对啊，最好吃他们，我叫他们晚点到公庙，我们赶快多做一点嘛。好，那我放旁边。好。吃饼干，谢谢。来你的，谢谢。你的，谢谢。好了，那这样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都拿到饼干了吗？没有。那我们就一起开动了。吃饼干，吃饼干，好吃吗？好，那你们现在都吃下幸福的饼干，以后我们都会幸福啊！如果不够的话，这边还有，自己过来拿。啊！小朋友们，有没有谢谢苏慧姐姐跟欢庆哥哥啊？谢谢苏慧姐姐跟欢庆哥哥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赶快吃饼干！谢谢你们还特别带手工饼干来给小朋友们吃。你们可以帮忙我发这些四友哥哥寄来的画笔跟文具给小朋友们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老师，四友哥哥是谁啊？怎么这么有爱心啊？四友哥哥也是我们育幼院长大的孩子哦。这些孩子离开之后，总是会寄东西回来给小朋友们。那我们来帮忙。各位小朋友，要来领文具喽！吃完饼干，小朋友赶快排队领文具。好香，好好吃哦，根本就不输给那个百货公司的高档。他是
当然啦，我们很用心在做饼干，一定超好吃的。嗯，哎，这个饼干是很香又好吃。但我们停滞家族要重新推出的新咖啡，好不好？咖啡就是要搭配饼干。如果呢，饼干跟咖啡混在一起拿出去销售的话，我相信效果一定不错。我觉得可以哦，杜文跟傻哥就负责做饼干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联手出击，我们一定可以攻占这个市场。而且那个饼干的名字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叫停滞小夫妻饼干。你们两个不要自己计划很开心，我从来没有那么时间陪你们做饼干嘞。那傻哥就做呢？饼干大部分都是素儿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啊，杜儿拜托啦！可是我最近事情真的有点多哎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教你们做饼干，你们自己回去试试看，搞不好你们可以推出真正的停滞小夫妻饼干这样嘞。哎，我太好了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做出宇宙世界无敌超好吃的饼干，停滞小夫妻饼干，耶、yeah!！我们这次以蜕变为主题，来呈现赵雅芝从女兵到模特的心路历程，既可以凸显她百变的风格，也可以加入不同的故事来吸引不同的年龄层。那风格呢？封面我们将塑造赵雅芝是年轻世代的时尚领头羊。初步的规划我们会以清纯的邻家少女下去做，这样可以让读者好奇，这样子的女孩子蜕变之后会是什么样子。那干脆以成熟妩媚来呈现，你们觉得呢？至于蜕变的过程，就变化成文字内容放在内页，再搭配赵雅芝清纯邻家少女的造型，让读者先看到她蜕变之后成熟妩媚的模样，然后呢，买了杂志之后再看到蜕变之前的她，这样才会惊讶。我不是觉得蜕变这个主题不好，只是既然要做，就要做到让人家惊艳，其他的你们再好好的设计一下。总经理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，我是怕雅芝会拍得四不像。不用担心，赵雅芝她有一个独特的优点，就像杨晴说的，甜甜的，但是很自然啊。没关系，就先拍拍看，反正还有修改的时间嘛。那总经理，你希望我们以超龄的成熟妩媚下去做，还是要以她现在的年纪？都试试看吧。还有，现在已经入秋了，所以要以秋冬季节的感觉来拍。好的。赵雅芝成熟妩媚的样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哎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他没有一天正常过。但是我想，他打扮起来应该不错吧，主要是化妆跟发型的问题，而且这个是静态的，应该没关系啊。哎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，总经理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喜欢赵雅芝，什么东西都要放他身上？这个问题呢，只有三个人知道。哪三个？第一个当然就是总经理，第二个呢是上帝，第三个呢不告诉你。李淑静。奇怪，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听得这么认真，天知道啊。来闹闹。好、oh.当然是没问题啦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安排时间拍摄，我就什么时候全力配合你的时间呐、啊！啊，好啊，书记，那就拜托你了，拜拜。怎么样，秋婷？当然是没有问题。哎呦，就是没看到后面一次搞定 ，You are my number one。太好，我就知道。嗯。Excuse me， 我不是花瓶好不好？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的感受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你存在了。我们两个太开心了，开始了。秋婷，从淑静打电话来，你就一直讲，一直讲。你这些饼干还要拍吗？
啊，对哦，我都忘记哦，我们家的摄影师哦，都有那种习惯，一直生气，一直生气呢。不用生气，我们准备好了啦，好不好？OK 的，好来，我们要准备开始了。我们那个婷芝小夫妻饼干正式开始。Action！ 你的头啦，我刚没开机，录什么录了？哦，不好，对不起，我抢了你的工，我抱歉。来，准备啊！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Action！大家好，我是芝芝，她是婷婷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婷芝小夫妻手做饼干的过程。那么我们今天教的饼干呢，是绝对公开，公开，绝不私藏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秋田，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这三个材料些什么呢？是啊，我们今天备料呢是有我们的无盐奶油，等等，细砂糖，等等，鸡蛋，等等，还有我们的。金面粉，当当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揉面团咯，来，第一步我们就先放奶油，先把奶油放下去，敲敲打打，对，要把搅搅。我们现在放砂糖，就要放一颗鸡蛋，好。OK， 打搅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放低筋面粉了啊，对，要给它过筛，过筛哦。当当，很像快要完成秋田酱，好帅哦。哎呀，当然会做料理呢。哎呦，又是这样，就好 OK， 来，再搅拌，搅拌，对，好了，搅拌均匀之后呢，这个小面团啦，对，已经做好这面婷芝小面团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做好的面团呢，放在冰箱冰一个小时，对，然后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造型咯。那么现在它有硬度了，我们就可以做造型咯。好，把它拿出来做造型，对，然后做那个。小星星，哎，做好了，我也好了，爱心，哇，很可爱，爱心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雨伞，好可爱，你帮这里做一个画，哦，是这样子哦，你看啊，好可爱呀，哇，你做老鼠好可爱哦，这个不是老鼠，是熊，你看这我做的，赵雅芝，什么的，这哪是在这边做天？对啊，因为这是天天的。烦的。卡！哎，你不要乱忙个领巾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你看他在动。哎，阿姨。苏阿姨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来，一起看电视啊，吃水果啊。好啊。好。吃水果。哎，你们去拍照还要带那个扑克牌哦。不是啦，我们去幼儿园发饼干啦，然后我们就跟小朋友玩抽鬼牌，很好玩呢。哦，哎，抽鬼牌，抽鬼牌是什么？哎，鬼，啊，小公六，不然这样子，阿姨都不知道鬼牌是什么，啊，你就教我们玩了，教我们呢，好，你顺便教教阿姨玩啊。他先抽我的，好，抽最左边，哦，有啦。我了，来呀、啊！哼！抽左边，抽左边，抽左边啦！真的抽右边，他们一定会猜我是不是听得到心声。那我选，咦，这一张啊，Yes！ 哦，讨厌，我抽到鬼牌啊！完蛋了，换我抽了。来，操，三姑真的很小气呢。这个就是给你啊，这个给。
小旋风不就好了？热热小旋风有什么关系？哪有人这样子的？啊，你输了又会少一块肉，啊，他输了会少一块肉，他没有这样子的嘛。啊，爸爸洗牌了，都给你们玩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吃苹果了，就抓住赖皮嘛。来嘛，大哥，你吃吃看。是啊。嗯。好，那我吃个小的就好了，小的小的。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到位，还不错，很下水。是不是？宝贝。马大哥跟你说，这个是外面买不到的哦。怎么可能买不到？有钱就买得到啊。好，这就是买不到。隆重介绍，这个是婷之小呼气饼干，噔噔。这个是手工限量的哦，我跟你说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就会开放预购。哦，你这样跟马大哥讲，是不是就让马大哥给你捧场？我就是整理这一句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帮马大哥预购六盒，六盒里面呢有六包，六包里面有六片，让马大哥吃饱吃满，还可以很 lucky 吃得胖胖的。帮我订六盒啊？对啊。好好好，哎，不是，那我能不能不要说一次就拿六盒？啊，我慢慢我吃完再拿，吃完再拿这样，要不然我说你一次拿的话，保存期限也过了，然后饼干放软，放软就不好吃了。哦，好对不对 ？OK， 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好好好。好，那没有问题。好了，啊，到时候再有什么 hold 看再找我啊。OK， 好，就是说，拜拜。怎么了，秋姐？我马上就是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乔经理竟然跟赖虎可以扯在一起啊！等等，不错，是不是？什么赖虎？谁是赖虎？没有，我以前在中国支行上班，然后一个主任啊，啰里吧嗦啦，啊，就是让人家受不了了。不是啊，那你这我妹跟他怎么样，扯上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没有，那时候乔经理要找一个代班的司机，然后刚好就碰上赖虎，然后他那时候有问我说我可不可以接，但我没有空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说找赖虎介绍司机啊？那我怎么知道他找什么样的司机啊？他要是找了人品不好或者是技术不好怎么办？不要开玩笑了，马大哥，你放心了，你要相信专业，而且赖虎人这么好，好不好？是啊，不是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三思而后行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我还是跟我妹讲一下，我来安排了，你这个不用烦恼了。马大哥，对啊，如果把天兵借给你妹妹，也没有比较好的。天兵啊！哎哎哎哎啊！我的炸子你没有烤哦。大哥把它摧毁了，你把它摧毁，我就他就弄自己的啊，我的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哎呦，欢迎老板娘弟弟孟思清，他今天怎么会来？想说回来看一看啊。可以，但是不能太久，不然要素薇生气。好啦，坐好坐好。是啊，曼丽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脸色有点难看。没有啦，就是没有办法当面跟捐赠者说谢谢，还是觉得有点可惜。而且这个卡片上也没有署名。怎么可能没有署名？来，我来看一下。真的没有署名哎。那就照上面写的，好好的活下去。知道啦，我也好好活下去。不对，军中情人。那如果你的受赠者想要跟你见面，你可以吗？我不会答应的。为什么？说不定他只是想要面对面跟你说谢谢而已。我只是觉得对的事情就去做，并不是要让人家谢谢。哇，这不会是军中情人呢？讲这句话特别的帅。那告诉你，你去多捐几个，这样到时候就可以办见面会。别了吧，这样还要喝牛肉汤。你说了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到时候如果要办见面会啊，就不带孟时期，这样到时候一定会很感人，而且呢，可以顺便帮孟时期宣传一下。跟你说，到时候那个地方就换你来唱歌，曼丽呢，我就……那我跟你说，到时候你要喝什么，我帮你弄。你知道吗？曼丽，那我跟你讲。到时候你就坐在这边。没关系，你今天要去帮忙。把这个拿起来。你要干我？小心。你要休息一下。哎，运动去哪？哎，曼丽啊，你看一下，要不要喝什么了？来送咖啡啊。这个 app 你觉得怎么样？
其实我完全没有考虑过，毕竟这跟我们的主题从来就不是很搭嘎。我懂你的意思，但是我们来一个跨领域的介绍，你觉得如何？会不会超出你的工作范围？跨领域，总经理，我不是很懂哎。食衣住行娱乐都在我们 make up 的范围之内，但是在软体系统的应用上，我们比较欠缺，所以我想借这一次的机会去拓展看看。那是要先从沈焕清他们的 app 开始着手吗？他的轻旅行我觉得很可以，而且也是大众会喜欢的。那需要配合民宿的厂商吗？不用，是我们要给读者一个方向，让他们有所期待，就会提供我们去发掘新的景点。现在的人很重视生活品质，旅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之一。嗯，我明白了。不过这个 app 是沈冠希他们公司研发的，所以要怎么使用跟配合，我再询问过他。好，那你先去让他们了解一下，看看他们的意愿，再邀请他们到公司来，我再跟他们聊一下细节的部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谢总经理。我这边传单发的差不多了，我这边也差不多了。嗯，我们可以收工喽。好啊。嗯。对了，学长，你待会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我想说一起吃晚餐啊。好啊，一起吃晚餐。好了，东西赶快收一收啊。嗯。朵拉，你怎么会找我吃饭啊？学长，今天是发薪日，你已经在我这边工作一个月了，你都忘了？已经一个月了，我都没有在记。既然今天是发薪日，那这一顿就应该让我来请客喽。哪里有老板让员工请客的道理啊？哎，上班你是老板，下班就不是了吧？而且我是学长，你还是学妹，我来请客应该很合理吧？嗯哼，还是不合理，因为今天我是上班的时间，以老板的身份邀请你吃饭，然后顺便发薪水。那等我领奖金的时候，我再以学长的身份请你吃饭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学长。嗯，其实你最近的努力我都有看在眼里，而且今天请你吃这顿饭，不只是要发薪水，还是要好好的肯定你，然后希望你日后可以继续保持。我想这是我身为老板应该要做的。那就谢谢老板请我吃饭了。好了，今天请你吃这顿饭呢，就是欢迎你的加入，也希望日后我们一起努力。好，一起努力。对了，学长，嗯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要提醒你，就是关于时间上的掌握。我发现你好像都没有戴手表的习惯，对于时间，你好像都凭感觉。其实我一直都有戴手表，只是我没有把它戴在手上。学长，手表就是要戴在手上的啊，你放在口袋做什么？这个是潘爸爸送的，我舍不得戴。亲爱的，你都在哪里发呆？学长，没有关系啦，既然这是我爸的心意，你就戴上吧。嗯，我怕戴在手上会很容易弄脏。学长，手表会戴在手上，意思就是随手可得，而不是把手表放在口袋里去寻找时间。好啦，我会把手表拿下来。一，是因为你曾经拒绝过我；二，是我怕我做不到潘爸爸的要求；三，既然你刚刚讲的那些，我希望
就有这个机会。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，相信爱的真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不会更改，是命运最好的安排。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。既然你刚刚讲的那些，我希望就有这个机会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好了，没有关系啊。现在这样的感觉也很像在龙泉的时候啊。我是学长，你是学妹，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目标，就是把兵带好。就像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房仲公司工作，我们同样也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把房仲做好，对吧？一起把房仲做好。嗯。好了，赶快吃了，面都糊了。反正明天中午到你们公司找姐姐。好，好，哎呀，不用担心的 ，No problem， 拜拜。哦，啊，这个电话讲啊久啊，啊是拄着什么代志哦？无啦，苏静啊，伊叫我明仔来中岛哦，去因公司找因的主管啊，我到尾甲我讲代志。啊，我就跟伊讲，变化那本身不自有办法。哈，啊，这款呢，拉稀拉稀，我要哪会放心甲姜月交欢喜啊？我哪拉稀拉稀的？啊，别记你讲你这个能力啊呢，哎，啊，不敌你面头前上官底拢未使乌白讲话。嗯，知影就好。阿萨古里有个巴里路知影无？因是有在怀疑啦，啊，不过也唔知影。你既然有这个能力，都爱自家帮助知无？我知啊，我嘛就是要跟人斗沙工啊，啊，不过我唔知影我即卖会当帮助啥。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嗯？哦，我明天带你去个地方走走。嗯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嗯，那个地方你一定会喜欢的啦。干嘛那么神秘啊？哎呦，这样才有惊喜啊！那你这样带我去那梦石溪怎么办啊？哦，店里面的事情我有交代正阳跟小圆了。反正我们就到不同地方去旅行，然后好好的放松，体验不同的生活，什么都不用担心。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讲要大概去哪里啊，这样我才知道要带什么。那个地方有山有海有蓝天有白云有阳光。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家这边晴天也都有啊。嗯，可是有不同的心情啊。那如果我们去碰到台风天怎么办？台风哦，那也很浪漫啊。你确定吗？雨中散步哦。你到时候又要淋雨啊？不要淋雨。
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那个一个小木屋那边看流星许愿？那个时候好冷哦。对。Sorry。请问一下，林书凡设计师在吗？书凡，他才刚离开耶。刚离开？对啊，刚今天听哪一位？总经理，还是我现在追下去，说不定来得及。没关系，等他回公司，我们再来找他好了。可是他离职了，应该不会再回来。这样子啊。你好，我是 Makeup 的总经理。你好，方便给我林设计师的联络方式吗？方总经理，很抱歉，因为我们各自没有办法直接提供给您。还是我直接请我们设计部的经理帮你推荐另外一个设计师。没关系，先不用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左上好，就放那个位置，好，再右边一点。好，好了，这个车子一样就定位啊。这个放这边好了。笼子放这边来。哪一个是小林？我是。等下沙发撤掉，换陈设。Sale， 这跟美术指导和每个要提供的诉求。业者有问题，叫谁找我？是。工作啊。好，阿俊安利，沙发撤走。对，佳姐使劲。我这样很成熟，不像我哎。很漂亮啊。很漂亮啊，叫小爷吗？谢谢。哎，对了，秋婷呢？她怎么没来陪你啊？哦，秋婷，她去帮我买早餐。因为我一定要吃东西，难得贴心。他本来就很贴心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陈姐，妆太浓了，成熟妩媚不代表要浓妆艳抹。从化是，造型也要重新搭配，我们要做出最自然的雅致。好，我们会重新做调整。那个灯塔往旁边摆一点，不用这么整齐啊，随心一点就好。哦，好。我是。场景好了吗？应该差不多了。舒静，这交给你。没问题。总经理，我带你去看。小林，我先回去，有问题打给我。哦，是，帮我转再调一点。It's okay。 现场谁负责的？是我。场景布置怎么跟我们当初跟梅子讨论的不一样？今天美术指导是代班的，是他坚持要换，说这样才不会抢了模特的风格。是不是要请他来解释一下？不好意思，他刚离开。好，那场景帮我换成原来的样子，然后总编，等一下。布置怎么跟当初跟梅子讨论的不一样？今天美术指导是代班的，是他坚持要换，说这样才不会抢了模特的风格。是不是要请他来解释一下？
不好意思，他刚离开。好，那场景帮我换成原来的样子。然后，总编，等一下。我觉得这个代班的梅子说的没有错，不要因为陈设而抢了雅致的风采。这个场景 OK。我吃好了。雅致的造型跟这个场景不搭，重新搭配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时尚的价值由我来定义，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。我希望透过最简单的方式，由雅致来定调。重点是雅致，不是这些复杂的服装或者是浓妆。乔欣姐，你好时尚，厉害哟。好了。那我先走了，这边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苏娥到的时候记得通知我。是，总经理。不知道小金姐在公司这么可怕。你才知道嘞，我们容易吗？走吧，亚洲，带你去换衣服。稍等一下，摄影师，小龙，你帮雅致调一下，这边衣服，这很可以。好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我们继续哦。来，看我这边，好，来，小琴再多给我贴哦，可以，好，再一张哦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可以。总经理再次找两位来，是希望可以把我们杂志《轻旅行》的专栏交给你们，希望可以借由你们新婚小夫妻的形象，介绍一些好吃好玩的给我们的读者。好啊，我们可以试看看。那太好了。不过我听淑静说，你们的 APP 是幻清公司的版权。所以关于这一点，是不是需要经过他们的同意？这个我觉得还好哎，你们所说的版权应该是指 APP 的使用版权吧，并不是指我们两个人的肖像权。可是如果今天你们的杂志是要找我们两个去写专栏，他们公司并没有包括我们的肖像权啊，而且我们在 APP 露出的身份也只是使用者而已。今天你们杂志是要找我们两个写专栏，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。OK，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另外，关于服装的部分，我希望都由我们 makeup 来提供。提供服装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会准备适合你们的服装，那你们出去玩的时候就穿我们准备的衣服就可以了。素娥的穿着应该可以往上再提升一点。我们总经理的意思是……没关系，阿姐，我了解。乔青姐。我知道呢，你们是一个时尚杂志，但是呢，今天你们要找的专栏作家是在网络上面已经小有人气的布洛克情侣。我们的特色呢，就是比较亲民，而且我们随心所欲，不管是吃喝玩乐，都是以我们自己开心为主。虽然说我们的穿着比较一般，但这也是我们吸引别人的地方。如果今天因为我们要到时尚杂志而去改变我们的风格，改变我们的穿着，那是不是丧失我们原来的味道？而且我也不是赵雅芝，就算你今天给我高跟鞋或是长洋装，我也拍不出模特的样子。所以我个人认为服装并不会是我们的问题。好，我了解了，我收回这个条件，你们喜欢穿什么就穿什么吧。不过素娥，你真的是一个谈判高手哎，你不做业务太可惜了。总经理他之前在林特助多马斯公司上班，而且是冠军业务。跟你们大家一起合作，希望我们两个呢也可以为你们带来更好的效益。小快亮，
吓我一跳啊。你看那边一座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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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里面很多很多的小路都是我们之前骑机车有经过的地方，嗯，可是现在都只能坐在这边看。好，我向你保证，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会带你走遍每一座山峰，走过每一条路。就算我们老了，头发白了，拄着拐杖，我也要牵着你的手。空气真的好清新哦，希望可以一辈子都住在这边。每天哦，还是我跟朵拉班长讲说，叫他们帮我找一个山里的房子好了。那怎么可以？我们至少要先把孟慈禧顾好，然后等我们都老了，小孩子都大了，我们再来山上养老。报告，是。不是，没有理由绝对服从。这里真的好舒服啊。嗯，船呢？对。嗯，漂亮。你好，来，欢迎参考看看。哎，先生你好，稍等一下。你好，你好，参考一下。哎，学长。走了。我还有两个物件要带看，所以我今天可能就不回来了。哦，好，哦，没问题。嗯。对了，客户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都是女生啦，你放心。哦，好，那我就不担心了。学长，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舒服哎，流好多汗呢。没有啦，没事，可能昨天晚上没有睡饱吧。不跟你多说了，我要去带看房子，这边就交给你了。嗯 ，OK， 好，好，拜拜。拜。哎，恭喜！你来了。嗯，那个房东我已经约好了，我把自己的资料输入一下，我们就可以过去了。好。刚刚怎么了？嗯，没事啊。倒是没事。没事了。还躲？哇，班长你很烫哎！走走走，去看医生快点。哎，没关系啦。你忘了我们在部队里面。班长是专门治发烧跟头痛的。安妮，来。现在山上比较凉，多穿一件，小心不要感冒了。有你在，我怎么可能会感冒？你要照顾好身体啦。你不是要想要见你的恩人吗？所以不能再生病，不然就辜负人家好意了。不过不知道他长得到底是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、男的、女的。你是外貌协会哦？不是这个意思啦，我只是真的很想要见到他的本人，然后亲自跟他说谢谢。我们也尽力啦，也试出我们最大的诚意了。对方也回我们卡片啦。虽然说他现在可能不愿意跟我们见面，但说不定哪天他改变心意啊。
所以不要着急，好吧？嗯。会冷哦。还好。医生都说你差点烧过头了，你到底在硬撑什么？如果你是觉得不好意思，你可以请国良帮忙啊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要再为了小的事情给自己压力了，好好的休养生，答吗？一进门就看到爸爸跟阿姨，这样好像一家人的感觉。阿姨，你应该不会不想要跟叔叔成为一家人吧？这里有我妈的粉丝啊。你就是林书凡设计师，方总经理你好，今天特地来公司拜访你。It's okay， 谁没流下过眼泪？要学会，一切都没有绝对。It's okay。要就勇敢地放手去追，被嘲笑的梦才值得追。要相信才能够往前，让内心强大的飞。You can be